浅唱，何时双手唯愿你能得到拯救。周深明天又有新歌上线了，又一首 OST 的主题曲，明天3月19号零点音源上线， MV 10点上线。3月17号19点29分，周深工作室发出了新专辑概念视频，是一段18秒的无声视频预告，也是前几天还是各种霸道金主的迷姐们瞬间转变成了福尔摩斯迷姐。短短18秒的视频，恨不得当成180分钟的一帧一帧的分析解读。视频里有男孩、飞鸟、鲸鱼、星星，椅子上坐着的女性无人机、有山有玫瑰，还有地上的鸽子。声音太短，元素太多，到底是怎样的故事？又诉说着怎样的声音？推开一扇门，还有千万重门，真实和虚幻，过去与未来。也许他只是想表达，那个曾经如同化身孤岛的一样不被听到的男孩，那个只能在电脑后敲着键盘的男孩，过去的10年乃至更久早已成为记忆。他从无人处走来，走向繁星点点，未来也会跨过围栏走向海外的那片天地。他不是女生，也不是 AI， 更不怕被观察。他一直坚定自己就是自己，是周深。他不会忘记右手边的过去，那是可随时提取的力量，用以走向左手边的未来，回报长椅的歌迷，还有前方广阔的海外和广袤的星空。其实小编爹感觉场景上的美女是隐约，那个周深刚出道时对他倍加照顾和关怀的姐姐。视频是黑白的、灰暗的，将会被填充成真实的色彩，而构筑这一切的是一道道声波，这是周深的音乐世界。这到底是张什么样的风格专辑，很难猜。当然小编知道周深会带领你打开这扇门，在这张专辑里走进他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有童话般的美好，也有成长的失落，是连接着过去的周深和未来的周深。不论这张专辑是什么样的风格，都期待住了。推翻了很多次，我光是唱 demo 都唱了100多200多，我的专辑绝对没有时间，现在已经哇塞，超出自己的承受范围。挺过二专了，我就是个好汉，后面就会轻松一点的，因为二专出来该骂的也骂完了，难道你还能想出一些新的骂我的词？在很早，应该是一年半之前吧，或甚至是就很多时间，我的一张专辑的歌我都已经弄好了，但真的就是你回去听，你会觉得会不会有遗憾？你会不会觉得哎呀还是不够？就总觉得好像哪里可以做得更好。希望可以做出自己不后悔的专辑。你永远可以做得更好。快，努力努力好。2024年新专辑和巡演，敬请期待。记得在之前的采访中，周深说过想通过这张专辑让大家认识他，认识不一样的周深，所以这就是过去他一路走来的经历、成长、心路历程，所以是黑白色。但是在他不懈的努力和坚守本心，他终于迎来了斑斓绚烂的今天，也必将拥有光明和璀璨的明天。就该他火，是因为之前的机缘巧合，很早的和周深有过一次合作。在我眼里面，他是一个特别质朴的、有点土气的这么一个孩子。当时是在乌克兰，是在国外的一个账号叫卡布勒，这个名字我们是这么来跟他联系和沟通上的。所以当时对他的全部印象，他在网上是靠声音来获得很多的网友的支持，但是真的我们见到他本人发现，哇，又干又小，这个怎么是歌手啊？但是他的确是非常非常害羞，还没有像现在如此的自如地在荧幕前面和很多的艺人交流。他曾经的确也是一个普通人，普通到你在身边就像个卖水果的，
或者说就像一个卖奶茶的，你根本就不会去注意他的这么一个矮小的这个男孩子。但是当他真的站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一是他的声音的天赋真的非常特别，一直到现在他这个年龄段还能够有这样纯净的干净的而且还有力量的声音，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我们一直在讲音色音质，在这一点上他的天赋就远远超出很多人，更何况他后续自己很努力啊练歌，他的唱功也不断的逐渐在精进的。也就是说他们这些歌手非常重视一件事情，就是上下打通嘛。我觉得他这十几年来就是在娱乐摸爬滚打当中不断的在精进自己的演唱水平和演唱能力，绝对比他最早的时候亮眼很多很多，这是要为他点赞和鼓掌的地方。他还是一个有职业操守的非常优秀的歌手。然后第二点的话，你很难想象他是那么热爱唱歌的。你们有没有仔细去看过周深唱歌时候的神情？非常纯粹，就是我纯粹喜欢唱歌，我沉浸在音乐中，我站在舞台上面听到音乐反送里面给我的声音的时候，我觉得好美。我们当时做采访的时候，我们会询问每一个歌手的，你喜欢舞台上什么感觉？有的歌手会说，一束光打在我身上，我唱完歌有人给我鼓掌，这些人是需要掌声和别人的鼓励的。但是周深他会回答说，我站在舞台上，音响效果把我的声音打到我的耳朵里面，我觉得这个声音很美，这是我这辈子最喜欢的声音。你说这一个人有多爱唱歌？所以我们要去尊重啊，尊重周深他自己的选择。有人会说他娘，说他声音不男不女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这一个声音，这么独特的一个声音，我们中国的就是流行音乐的这个领域是不是就会少一款比较独特的声音？他其实可以已经代表中国的某一款声音，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声音，他叫周深。周深的二春不仅是一张音乐专辑，更是一次心灵的触碰，一次情感的交流。他的音乐总能触动人心，让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片刻的宁静和慰藉。让我们一起期待周深的二专将如何再次刷新我们对音乐的认知，如何用他的声音讲述更多动人的故事。米子们准备好迎接周深的二专了吗？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位音乐孤勇者带来的全新音乐篇章，感受他用心打造的每一个音符，每一段旋律。周深的二专值得每一个音乐爱好者的等待和倾听。最初的